天台加庆军。是大八年，也有风就是伊阿达母哦。民间有名是南麻针，竹长古早是路顶长，田中土名是田中，家里故事是小人庄。先讲是最文明，台湾四季伊好讲经，台湾四季好讲经。哦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哎呦，阿健你有够牛呢，你这目色巧就是安尼啦，莫怪讲你是太子。吼，人诶吼，太子吼，甲皇帝拢是天顶诶一粒星，安尼下凡降世，所以咧，有特别无同款诶所在，你看咧，巧甲安尼啦。啊，台湾吼是阮诶地头，互你食糖啊，你现在就甲我学咯。你是台柱，我一定要巴结你。你要去考公主讨钱啊？吼，无啦。我那个讨钱，哎、欸，对阮老母安尼无大无小，都对诶，就靠你老爸讲好。哇，你乃这像武媚娘啊！桃叶黄，武则天。好啊啦，拜托，武则天的脚无这短。妈嘞！你怎么每次讲这一句？就像阮老母咧讲的意思，讲奇怪，台湾是阮的地头咧。是阮了做无啊，囝在娶咯。今仔你哪会家己娶？啊，娶你咧，你是要钓鱼啊咪？我是有任务在身，我是弘毅寄你来呀。弘毅寄，啥是弘毅寄来？弘毅啥物寄来？弘毅寄，那不是皇后，无就是太后，无就是太太后。哦，无啊，你的手那短嘞吼。系啊，好啊，你我就讲一下，好讲一下。阿娘讲了无唔叫，因为当今的太后啊，就是我的祖庙信佛。十年前伊来游台湾的时阵，佮这个山顶的灵佛寺的佛像结缘，所以呢，伊家请到回去。在京城当中，十年后，伊希望讲会当束缚当地，所以请八户孙兰将佛像搁再上倒回来啊。哦，哎呦，伊家拜好啊，有灵有声，啊，才要搁上倒回来，吼，这百姓大家去平安啊，赞赞赞，嘿。所以咱今仔日伫遮，就是要等迄个八户孙兰上佛像，然后咱亲眼见证，和尚倒登的灵佛寺。连佛寺就伫头前，咱赶紧赶路啊！好，行行行，来去来去。咱来出寺路啊，无半项字，空手好戏啊。拢小工啊，你啊，劝恁做人，搁着打拼，恶毒害人啊，先唔通啊，你。好，老师好，安，好，打着。哦，大家好，我是淡水。阿弥陀佛，现在现在现在，哇！恁出门拢扎石头呢？现在现在，安尼大当大当搬家，迄卡钉起来。阿弥陀佛，恁来拢找安可的搬啊？伊这有工牌哦。现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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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位女施主，现在现在，谢谢感谢。我来讲阿母啊，我了解。阿母阿姨跟你讲啊，我知。看要从啥现在？南无。哎，阿娘阿娘。哦，母啊。阿弥陀佛，阿弥。拜托的，你安尼，迄出家人，你个人家头哪了？你看。
人迄应该是圆的，啊变哪落的呢？对啊，拄啊都圆的。你可能会紧张啦，紧张头就哪落的啊？哦，对。阿娘，你们两个喜人出家人，你看。对啦。一看含你，这含这你啊，含这擦擦擦下落落的，可怜的这边。你莫甲擦头壳皮。伊真适合做出家人，伊拢袂笑呢。哎，这是要插队。我的陈秋凤伊个面是感觉讲吼，伊安尼火烧猪头，火烧猪头面色面色，唔是啦，这你看一向随意啊。哎，嘿，啊就随意啊。你阿弥陀佛，过时过时。等等等等啊！随意啊，你爱去看着我啊，我含你囡仔时代朋友啊，咱两个虽然是差十外岁，对唔？不过你以前拢阿妈七道做伙啊！你是看到我囡仔时代，你来要走啦？讲到这，咱各位乡亲啊，这人吼阿亮啊，我个性呢，因为我虽然六岁吼，就带亏空，吼，佮家海呢，讲伊行机先，所以你虽然就出家就对啦。哈，行机先，你这敢有先出家？行，行吉林我食，啊，佮行焦阿爸我食，讲。害我害啊吼，叫害得吼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大哥啊，啊叫我爸拢吃菜啊，对不对？你哪会害人破戒啦？嗯啊，害我叫师傅骂哦，佮害我老师都跪得拜吼。啊，你是伫对啦，伫对就做和尚啦。哦，无啦，我伫哩，就是因为细汉吼，我就是伫伫遮吼，伫这间关顶这间灵会寺吼，十年前就伫遮哩做和尚啦。好好。如果因为岁月吼，自细汉就是无老爸老母的囡仔。啊，就靠这间灵佛寺吼，下来底师傅，啊，佫有一个大师兄吼，甲随缘请用，安尼甲请用啊，遮大汉安尼啊。哦。啊，现在哦，十年前吼，有一阵土匪安尼，拼入来灵佛寺吼，佮安尼甲所有的师傅啦，迄个师兄拢个太死。啊。我时阵吼，头家在一个师兄吼，甲随缘抱去后壁草啊埔藏咧，啊，若无吼，我嘛无通活到即马。奇怪。对。当地贼匪，那你这么猖狂，敢讲你无去报官？对啊，对啊。迄当时吼，伫阮在地这个所在吼，有一个总兵大人，哈，伊当时代志发生了吼，就已经把迄帮的怀疑歹徒吼，全部拢歹死，拢抓了了。他叫歹徒，歹徒。而且总兵大人有讲，伊已经把遮高文吼，拢奉献到朝廷了。哦，地处哟，对。啊，噶既然是安尼新的话，即马迄个物件拢总去用提了去，人去用台死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嘛小气啊！你为什么唔去白旅游？为什么搁到遮呢？去北京？无啦，因为这个事业自细汉吼，就是直接在大汉，各个这间灵佛寺请用，所以对这间灵佛寺特别有感情。哦。啊，所以即马有闲就是转来吼，就安尼虽然讲速度这慢的，到达起。你在哪里速度慢得啊？奇妙速度，你讲我等下要甲你讲尔，奇妙速度较紧的无？不是讲话啦，奇妙速度较慢啦，但是你的广告你要往上靠。希望讲有一天吼，迄个朝廷会当甲这个当时叛军的这个和尚吼，你这句他都要讲了啊啦，平和我啦，哦，要叫那些和尚伫朝廷啦，啊叫那些和尚行里面，无看会行啦，伊假定着我你放弃。一个正正当今的大哥，对，当今的迄个，当今当面的克神的迄个，对吧？无啦，无可能啦，迄神吼，神一定爱皇帝才好到来，恁无到来那皇帝，以后个也不是皇帝，以后个是帝人呢。好啦，你放心，你甲看，这个陈随意做人真有感情。嗯。虽然讲佛寺去用烧掉了，伊嘛是要甲顶起起来。放心，阮绝对会甲你斗三工。好，感谢，感谢。安尼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做回来啦，做回来，我卖杭椒，我包你吃。无无无，现在阮对你吃素啦。是阿弥陀，现在迄个地主还佫有代志先做。你现在一直倒退。地主还佫有代志先过时，我即马伫。头前，头前遐有一间草料啊，怎么伫遐咧做？怎么伫遐咧？现代加庆军，地主还佫有代志先过。你现在一直倒退。地主还佫有代志先过时，我怎么伫
头前，头前遐有一间草料啊，怎么伫遐咧做？怎么伫遐咧做？都诶，我唔捌听，我唔捌听花香讲伫草料啊遐咧做，你是咧做乌诶面？做花咧做，做花香啦。哦，伫草料啊，伫遐咧做花香哦。啊，伊咧。我想要请教一下，你是去倒位拍的？你头壳皮甲面内无共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有缘就来接啦。阿弥陀，恭喜。阿弥陀，阿弥陀。哦。阿弥陀。哎，陈水义。你的尸体啊！你的尸体啊！哦，你是没有尸啊！阿弥陀，阿弥陀，谢谢，谢谢。哇，我是啊，哇，阿爷，阿爷出家，阿姨也不知道因到几岁啊？阿爷后尾啊，阿哪回来？孙恩台，您来啊！参见太祖殿下。平心，朱太伯，你问我，问我，问我哩。当然，人知咱两个有台湾呐。这你嘛就无这个这。大哥啊，咱讲公司，你个介绍啥物？唔啦。我是讲伊捌你太祖，捌我太祖太保啊，当然阮老母一定爱捌啦。这唔免介绍。后面介绍好，我知我知。来。太后明天你和尚的佛像呢？哦，哦，哦！你都冒好呢，冒好！哇，真哦，真哦，好啊！赞赞赞赞！哦，冒好，冒好！谢你冒好！这位是，伊就是八户孙安。八户孙安哦，嗯，做个八户孙安哦，这是非常大的官职呢。伊是安怎升的？是有什么款丰功伟业，还是有什么战功？无哪有在调升个八户孙安？启禀太祖太保太夫人。哎呦，慢慢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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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地。哎呦，哦，你在练啊，在练啊。你继续讲。太夫人，我要讲啊。啊，你讲。因为十年前太后游台湾，当时下官就是这个所在总兵大人。哦。后来我都这么紧就升起来做八副巡按，是因为第一，我和尚佛像入去京城。第二，勤察有功；第三，我有保护这古物，所以受太后爷看重，皇上才会这么紧将下官升做百户孙男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啊，唔过，哎，安娜，你唔过什么啊？啊，唔过十年前领佛师啊，去哦茶会放火，规个拢烧掉，嗯，人拢去用台死啊，所以。下官有另外找一间佛寺，准备要安放这尊佛像。千万不可！太后下旨是要将佛像送到个灵佛寺，而且灵佛寺即马还阁有人伫嘞呀，还阁有人伫。哎，是啊。你孙安啊，你这动作干哪？啊，有人伫的，你是烦恼咪？哦，啊，不是啦。启禀太祖太保。下官意思是，十年前领佛师明明就已经给人放火全部烧掉，内面的所有形象嘛拢被抬死啊，哪有可能还阁有人活嘞？有啦，啊，迄个我的朋友，我囡仔来朋友，六岁就带开空，空就应该会来出家吃菜啊。啊，我就唔知拢人食，我包有食，安尼啊，嘿啊，或者陈随意啊。对啦，无唔对啦，嘿啊，你有听到敲门声无？哈，真正都无听到。哎呦龙天化日之下，也敢行刺孙安大人。我是要刺杀孙安。你讲什么？我要刺杀孙安，听到没有？
听无？听哪样？今仔摕落来。我目睭暗啊！我是要刺杀孙安，提走和尚。大刀过来，我咧。走，将人抓起。是。啊！卖你当，卖我管。卖！手，你帮我做叮当。我冇别人，卖叮当哦。卖！原来，恁家这个查某囡仔是共种的。我跟你讲哦，你好，你走哦。啊，那无，你的朋友向镜都画袂落去咯。你要刺杀孙安，你抓阮阿娘甲大哥要创啊？我不管。孙爱是不要紧，我重点是在互相。来，开箱没有？重点是我的。开箱冇？箱开哦。开箱。啊。唔知，要位这边。这边爱靠一点较远哦。好，好，就这里。过来，要行多一边。行这边好啊。好。好，快点叫我抓着。过这边。这边对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你开住点啊。请太祖殿下下水，高人员在，今嘛救人要紧，对，是。想袂到十年前练佛时，还阁有人活咧。既然是神，无人会改了神咧，教人做歹。但你看，拄啊，搞咧阿刁刁，哈，啊，改了无头无面，啊，来咧共抢，来咧共夹来掠人，你即摆拜神啥物落？你的偏神啊，刁刁，你是哪偏面？你免烦，哎，你免烦恼啦，八路的迄个啦，嘿啦，伊若来，恁都无代志，我都听我甲恁放走，主要啊。就是要甲伊请来啦，所以你免烦恼啦。伊若无来，阮真正枵死。你放心啦，遮阁有一挂果子来互你食啦。无啦，遐简单叫阮食果子啊哈！我咧讲咧，阮囝身体无外用咧，唔紧甲阮放我走，顺便要讲要请上请上嘛，你来救人啊！你太细心啦！我来请人哦，救人啊！你点点啦！弥陀佛，阿弥，休息。这位施主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是屠刀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。是，你好，你靠我来，阿弥陀佛，你他妈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还过来，你靠我来啦。你会记我谁无？凊彩师爷，我唔是凊彩，我随便啦。你随意，你会记哩无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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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甲你讲，阿弥陀佛，我甲你讲偌久啊？随便师爷。嘿啦，我随便啦。哦，真久无看咯，哎呦，真久无看。啊，你无死？诶，母啊。哪样嘞？啊，花生有像美国的安尼哦。哈。这我哟，我是因大叔兄啦，我两个感情足好个啦，嘿啦。你有熟识哦？恁大叔兄？我因大叔兄啦，这阮小叔弟啦，我无死啦，嘿啦。就迄当阵，咱无迄灵湖寺只火烧个时阵啊，啊火烧迄当阵，我无甲你带去咧，咱咧后山遐，甲你藏伫个山洞内底，差不多遐无。啊，我搁撞转来个时阵啊。所有的遐师兄、师弟啊，啊，搁师啊，啊，因拢去予遐山产吼抬死啊！啊，结果遐山产嘛去予官兵抬死呢，啊，我拢死了了，啊，规个灵骨寺嘛拢烧了了啊！啊，你甲伊好朋友哦，啊，好朋友唔有甲阮放开，对不对？我无可能会甲恁抬啦，但是我即马甲你掠伫遮，就是吼，要甲这个孙安吼，甲城内，甲城内了。你要我，伊就是歹人啦。嘿，啊，你要哪？要报仇呀？要报仇啊！十冬啊啦，十冬啊啦，你甲看啦，我这头壳一只碰碰，安尼气甲拢凹入去啊！我咧想这吼，不共在天之仇啊！
伊就是一个歹人啊！伊唔呐抬死阮厝哦，甲我的师弟师兄拢抬死，啊，搁一挂山庄拢抬死，这个人一定爱治官府啊！对不对？伊家己啊！你讲迄个孙安，嘿，迄个孙安就是歹人。你食菜人，你娶这查某，对不对啊？你是这呐，经营拢咧节俭。无啦，我无啦。其实伊家吼，这查某就是当初时的山贼的家眷啦。家眷。山贼的家眷。嘿啦，你是山贼的，什么人？我是山贼的太太。嘿啦。啊，遐个山贼吼，唔是讲大家拢真歹咧，有诶嘛是拢嫉弱扶贫安尼啦。啥个叫嫉弱扶贫？我听无。劫富，是劫富济贫。啊，劫富济贫啦，嘿啦。感动到安尼个哭甲拢无无白讲。台语叫做劫富助贫啦。对啦，就那哈阿爸有一个叫老天天的感觉安尼啦。啊，这位公主，我讲的是。真实的，所以，这个是你的大叔兄。是，我叫随便的。我已经拢总有听到啊。你敢敢为伊作证，讲伊讲的话是事实？随便孙兄伊人吼，伊主持人就对我最好，而且你可以不可以入戏一点？伊讲话拢无情绪的。你当初我就已经唔知影，但是迄个时阵我就在发火了呀。啊，迄个我迄个是。哎呀，这应该是足悲情的啊！背歌词甲背台词是无同款。对啊，对，所以你要哭要哭。你敢敢替恁师兄作证？哎，足可怜。你当初，你当初我足细汉的，那不是阮师兄教我，连你唱的草包卡，竟然嘛无这个水意啊！所以你敢证明做人真正直？阮师兄人足正直的。讲完了。煞。恁这个家属会用个作证无？会啦，真的啦。真实的，恁的性命拢总是大师兄甲恁救出来。是。哦。你甲看，因迄两个咧讲讲较神棍吼，伊讲较无神棍，你甲看。你确定你是师傅啊？哦。迄人个肉皮啦。太祖爷，应当然吼。太祖爷，你是当作伊来挂香的。太祖爷，太祖爷，太祖爷。叫你讲，太主要就迄呢，就迄会跳的迄呢。不是你摆迄身呐？我知影你的意思。嗯，你叫我给伊治罪着。对啊，对啊。也唔过，伊身为不负孙男，伊是大天孙秀，连我也无办法啦。啊！天大加庆君。也唔过，伊身为不负孙男，伊是大天孙秀，连我也无办法啦。啊！好，安尼就是太好，就是恁阿妈。这有法度安尼哦，你做成咧骂我咧？对啊，就你阿妈，系啊，阮祖庙，哦祖庙哦，卖讲你阿妈咧，唔是恁祖妈。那呢，到底是要安怎才好啊？这啊，我有办法。啊？众人虎逆上来。哎，虎逆，虎逆的鱼啊，虎逆，鱼啊来，来来来。那失败，嗯 ，OK， 确实是好办法，好办法，进行，好来处理，好来来，赶紧个人准备，加。我想八虎孙啊，连咪滴要搞啊，恁赶紧嘞，紧哦。你知影你要安怎做无？无，我今次并袂在许讲着。难为个。太祖殿下，你哪伫个家咧？因为我赶紧要来救我的义表甲我的大哥啊！你放心，唔免阁再带兵马来啊！个人员呢已经将因制服了。叫拢拔起啊！全部撤走！慢些，阿虎孙安，唔免劳动甲你啊！我的护卫个人员呢就会当做，因为我阁有要事要甲你参详。来，个人员呢？在。将人押走。是。行。爱记的啊，去孙安府哈。是。嗯。这这这这这这这。即马和尚已经倒转来甲林护士啊，而且伊叫做陈水，来水向前一步。向前一步。你用讲较头前的无？这位就是林护士的外口啊。阿弥陀佛，
原来你就是林和尚的外口。和尚已经倒转来，赶紧上香啊！感谢太祖。上香你听有吗？拜拜啊！拜拜。师父师兄，即摆和尚已经托太祖之福，和尚已经倒来了，会当安慰恁在天之灵了。大哥，仪表，咱嘛上香。好来，好来。啊，咱爱哭，咱爱哭这无？哎，唔知我未使让我别哭的啦。我可以因你哭的哦。老师傅，请受我一拜。哎，啊，我们拜，来换你呀，换你拜，换你拜，这，换你，换你拜。孙安啊，这就奇怪哦！啊，我们拜都无代志，你拜的这地算大地神主牌啊？我感觉讲，拄只呢，忽然中间啊，起一个嘉伦孙吼，这虽然是佛师，也不过淡薄啊吼，有迄个阴气啊阴气呢。嗯，你有做歹代志哦？这哪有可能？无，太祖太保夫人，你即马讲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雷公死呢？哦，风声、雾声啊，一定有人有冤枉的。哎呦，阴气冲天，你有做甚亏心事无？啊？你敢惊鬼？无可能，本孙案是皇上遗书八户孙案，我有官位在身。讲话小可会惊哦，我官位在身，吼，神鬼哪有可能我敢活过来？哦，意思是无鬼就对了。鬼在遮啦，我是灵佛寺的老和尚，十年前的总兵大人，你会记得我无？叫山菜把阮太太死，然后咧，你搁把山菜因害死，结果搁把种个灵魂丝拢甲烧甲烧了了。我都是鬼，今仔日你敢命行我？你八户孙啊，你跪伫涂骹，你是认为你有罪对无？回太子，确实本孙啊有罪，安尼当今的太后伊嘛同款有罪。好大，你好大，你好大！我大江国宾，为什么口口声声讲太后有罪？若毋是伊介意灵符寺的这尊和尚，我嘛袂用心计较。甲和尚送你去惊啥货？我嘛袂做出这个代志。我大江国宾，你即马要将罪落伫个太后的身躯顶？你讲太后介这尊和尚，所以你才不择手段想要得到这个和尚，将这个佛寺烧了了。那安尼我问你，所有的古物你藏伫什么所在？你讲啊！你袂出来吼！你唔敢讲，先我叫人讲，个人话呢？在。你查了啥款？启禀太祖。所有的古物拢伫北户孙安的厝内底。大胆！你有听到无？你竟然将所有的古物藏伫你的孙安府内底，你有甚物话通辩解？太祖，我认罪，讲起来拢是因为我家己伤过小贪。因为当今的太后，伊同时介意这尊佛像，我为着要巴结，所以我才安尼做。啊，不过即摆我愿意将这所有的宝物。全部拢奉献，而且太祖你下罪，
迄死去的人要，迄死去的人要安怎啦？你身为大天顺寿，不负顺人，本太子无在调治你的罪，你阁降罪无落太后，就由太后来处置你。国人话呢？在，将伊押上京城定罪。是。阿祖。行。看太后要原谅你无？对啦。哈。行。这提灯伊。别免提啊啦。伊个官无做啊。即马和尚已经倒转来啊。是。连护士，我会派人甲恁重建，唔免多谢阮两个呀。对啊，恁多谢伊哪有意思？爱多谢我呢。好啊，对不？好。哎，阿娘讲了无唔对啊。阿娘，谢谢。你出家人，你现在唔巧在？你随小个。哎，你这当只做老和尚，我惊这阵的尾啊，怎对你我只开歌舞团哦？阿弥陀佛。你有看到这人提这侪物件无？这拢是阮阿娘所想的价值。对。做特效无啊简单哦、喔！这来你看，这是啥物声？这是啥物声？听有无？落雨声吼！啊，这你看，这是啥物声？雷公信啊，所以人拢足厉害。这若买一袋啊，当恁厝边啊，暗时恁咧滚来，安尼安尼安尼，我看你就搬走了了。好啦，大哥啊，那今年已经佛寺已经行道等于给伊，咱就继续来去游台湾。对对对。那个多谢太祖太伯太夫人呐。多谢太祖太伯太夫人。哎，继续来去游台湾呐。天台加庆福。哎，查某人上可怜呐，啊嫁人吼，就敢那奴才哩。就爱煮饭啦、洗碗啦、洗衫啦，透早来比人较早起来扫涂骹啦。上重要的吼，就是甲一家伙啊，我无介意的人住斗阵。无人。安尼拢免拼，安尼上干净，拼好啊。啥啦？哪有好心啦？我咧扫到这，哎，愈来愈大只啦！奇怪，阮家清洁哪有好心啦？别开门，我叫。喂，阿嫂啊，出来啦！莫搁困啊啦！我咧叫你收听。啊！我哪有你睏啊？我化妆化到一半啦！我跟你讲哦，你要罚钱哦。罚钱我是。咱拼好啊，这条界线，那边恁大的，啊对啊，这边阮大的，任何物件拢袂用过来。无啊，我人伫遮啊。不是人，恁家好心，你看你一半，你看顶头拢好心，背过来阮家，哈。嘿，有抓到啊！你哪遮厉害？甲放走！啊啊！搁飞过来，搁飞过来啊！你歹啊！我正甲看到，即卖这啥啦？粪扫甲扫扫过来。谁甲你扫？你倒嘴，你目睭看，甲你扫粪扫。赶紧！安尼啊，安尼啊，你来评评理啦，紧的啦！哎呦，啥物代志？吵吵闹闹啦！哎呀，人讲家和万事。哎。大刚啊，你差看门意思啊？啊，什么想哪啦？什么代志啦？你甲看啦，伊甲这粪扫拢甲放好怪。啊，这粪扫不是咱家不能丢的。对，不是哦，不是哦，你大哥一号过来哦。无，我无哦。亚人讲的拢丢。丢。你边啊看下面。丢，唔丢的人是。无啦，大哥你莫安尼讲。真正去拍摄啦。别。你嘛知啊，伊洗了足善良的，哦。我当初娶伊时阵啊，甲松板庆子嘞。啊！是安怎？即马变成松板猪肉，我嘛唔知。
哦，伫遮我真正甲你核实嘞，心肝歹人面就是歹啦。心肝你食过又歹心，啊你心肝浓毒哦。我生得真水。好，我甲你讲，你稍等嘞，我来讲。你安尼讲人，奈怎讲我过去生怎呐？相片甲我摕出来，摕出来，摕出来！我一再相片写到外水，摕出来。七鬼把他拜拜啦，摕出来。什么一再啦？哎，你不要撒娇好不好？这是一再啦，就恶心哎。啊，今嘛真正无同啊。哈？这较早，这明明人都电影明星。我跟你讲，拍大吊顶迄个女主角，这你。哎呦，对，我跟你讲，我就真正以前啊生了有生我，大吊顶迄个女主角。您到底是为着什么才是吵架呢？为着笨手甲好心呐！嘿呐！为着笨手甲好心，你即摆是变哪？我爱跟你大啦！好，要分家。我都不讲，你还要分家？我爱跟我大。对啊。我爱跟我大，就要跟我分开啊！卖大，我嘛不爱跟你大啊！我嘛不爱跟，无啦，卖安尼啦。你怎啊？等下，有话好话讲。不要跟我大，安尼好啊！我们来，我们搬出去嘛，好不好？安尼你有欢喜无？你紧搬。进金搬，嘿呀嘿呀，嘿嘿，对对对。我跟你讲哦，这间厝哈是新闻跟泰安的老爸留落来，是，对啊。啊，这间厝现在画中这条线，就是恁一家啊，甲阮一家。起码阮也是搬出去，麻烦你甲这一半还阮，这一半多20平，啊，即卖的市价呢一平50万，所以算算的1000万，1000万退来，我就搬出去。1000万退出来啊！啊，你讲1000万，哦，无你好讲，我一半啊，我买到啥？哦，你有暗在咧摇摆，在咧靠谁？太阳，你出来！来啊来啊，什么代志？发生什么代志？你莫向哪里欺负啊？向哪欺负？哎呦，哎呦，这代志，这你输啦，你输水啊！你个会差一点，大家会问的呢，你啊，你我这精啊呢？太阳，恁阿叔讲要分家啦，好，啊，我叫伊摕1000万给我，你有同意无？水某，你决定就好。你听下无？你安尼为着好心啊，为着笨手啊分家，我跟你讲啊，昨午爸敲电话来讲，今仔要来遮大一站嘛，反正已经到啊。我不同意。水某，那是阮亲生老爸呢。对啊，生阮的老爸呢，阮妈甲友好啊，是哦。阮就无同意，就无同意啦。进前啊，我拄隔离的时阵呐，迄当阵啊，恁爸爸是，我伫先开时阵过来甲我偷看，你知无？等下，你若讲野人，我相信；讲你，我相信。我讲，那有可能，那有可能呐？迄当阵我生做安尼，你看有可能无？哦，是不是？我拄隔离的时阵啊，我是生做安尼。是是。对啊，已经出门啊啦，4点钟应该要到呢。出门啊？哎呀，大哥，你即马才讲。哦，我气死嘞！你肯定去报告，应该去搞啊！阿爸阿母在恋爱，你也已经伫巴肚内，不知是查甫的，也是查某的，梦境的大妹，梦境的亲像，阿爸管足严，阿母啊细细念。我老的早就走去啊，啊！我生两个后生啊，两个后生拢足友好的，啊！娶两个拢新妇啦，新妇拢足水的，拢足水的。啊！我有一块土地，就是这间啦，这啊！我起两间，啊！给阮两个后生住啦，嘿！啊！今日来，我见面出来就看到鬼哈！哎呦，阿爸你来哟，欢迎呢！叫你叫出来啦，太阳！哎，新闻啦！哎，来啦！阿爸你来，阿爸你来啊！阿爸，你听无？这去点接车有听无？哎呀，你最近敢那有较悬呢？哎，身体敢那较勇敢？你较瘦呢？拢无食饭哦，做无人甲你照顾啦。看到我这两个后生，佫拢无感恩。啊，无信我啊，今日还佫较无信。啊，这想你啦。
想你啦，啊，这等等来看你一下。阿爸，你遐加大几工啊？嘿啊，好啊，一逝落去，大几工啊？嘿，哎，半年要大一个月。一个月哦。咱先来穿落好，嘿，先好休困者，你先帮你休困啦。阿爸要困到位。先来帮你休困。哎呀，阿爸，阿坤准备好阿未？坤对位，他就去讲。坤对，你是我的囝呢，啊，你也我的囝，我就只食一礼拜，那边食一礼拜，那你要坤对位。对啊，好啦，阿爸。哦，阮家哦，足乱的，太阳哦，哦，卫生足歹啦，迄内底乱七八糟啦。阿叔，因家有够水，迄碰床哦，安尼断断断。哎呀，咱拢讲。哎，我都规个内底都敢那剩啊，剩房啊好困尔，连碰床嘛歹去啊，啊结果房啊尔，嘿，房啊尔，老大人困房啊较好。哈对，别人困烧嫩，爸哈，正拄好，昨暗拄迄房嘛烧掉去，啊烧去啦，伊拄好咧在要咧做工具，啊工具无细去点来大桩甲烧掉，啊所以即马连涂骹剩涂骹尔，拢无啊，拢无啊，拢无连房啊都无，嘿，所以你免烦恼。哎呀，的确是你去带亚兰呀，亚兰呀，亚兰个寿司。无啦无啦，爸昏到真正无寿司啦。伊迄边个房啊烧起啊，因个房啊烧起哦。系啊，啊昏到嘛烧到无半项啊，拢烧起啊，嘿，啊所以你去带迄边，带阿嫂迄边。水无有啦，咱有啥啦？你点点啦。哎，爸，我你讲啊，无安尼参详一下啦。因家也无房啊啦，啊昏到也无寿司啦，吼，啊无归去啦，想一个办法啦。哈，啊啊，让你带，安尼好不好？哈，啊，讲个好诶，哈，一枚哈，一枚。去提名称，那个录音那边称摕出来。啊，你去提名批啦，名批哦，嘿啦，去啦，坑呀坑呀，哎，甲泡开，泡开。啊，米批是要提偌久啦？有啊，来啊来啊来。阿爸，来。你这是偌久无洗啊？加加加。啥？迄都要变戏杀个咩？哎，啊来来。阿爸，你困将？阿爸，你困将？阿爸。拜拜啦！我真正困家，啊不然呢？阿爸，你先困家，不要整那个洞了。哎呀，阿家凉凉，不然呢？是，阿家阿家阿家，好，行行行行行，丢了，阿爸你先困啦，不要整那个洞吼。哎呀，明仔再去讲啦。哎，我跟你讲哦，紧倒落哦，无需要电费的花哦。哦，阮一边算一边的一半电费哦，哈，我算到三电费的花，紧倒落哦，无你找无路，我跟你讲。安尼，你存着蛋蒸卡就好，啊就起来吃呢。啊，恐怖恐怖啊！姐 ，no， 来等下，我要放尿啦。啥？等下等下，放尿放尿啊！你安尼我无看啦，我死啊我死啊！啊，变错一堆啦，变错啦，腰酸骨咯。这是不是变错？啊，这变错掉。哦，作战了，作战了，哦，我伫顶骹就爱放啊，哎，都我无放啊，走呀，我真啊困嘞，咧规时去外内面困呢。我要惊死人啦！哦，啊你看，规个房间咧臭毛毛啊，是安怎？哎，安娜安娜，发生什么代志？我规个房间臭毛毛啦！啊，正常啊，你房间拢嘛臭毛毛。哎，谢谢啊，你讲些什么话啊？哈！太阳这晚是安怎啦？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无啦，规个房间哦，迄房间垃圾。哎！哎！安娜安娜，哎呦！什么？发生什么代志？好贵哦！安娜。你家？系啊，啊你来带迄个是？啊！来带迄个？哪啦？哎，无啦！哎！啊！阿爸你？啊，这迄个房间哦。我的房间啊！啊，我住在那边，还唔听无？你！哎呀，我无甲你安怎啊？真无甲我安怎？啊，你就一直摸，我当然啊，互你摸啊。我拢无出声，我拢无出声的。啊！伊甲我掀起来，佫插落安尼嘞。佫插落。系啊，我拢无出声。有够插落。
烂掉。好啊，你这是安尼画个大细声。无你是。阿爸，你嘛较差不多嘞。啥物话？我拄食迄便所啊，我半暝起晕起买便所，啊，我迄便所的马桶盖拢盖唔好好。对啊。你有入去便所无？有啊。啊，你入去无要紧，你马桶盖爱甲掀开嘛，卡落去便所。你唔是，你马桶盖无掀呢，结果都甲出落安尼。你嘛卡差不多咧，垃圾你都臭毛毛。嘿嘿，爱掀起来哦。爱掀起来啦，迄卫生习惯啦。你无讲，我袂赴啦。啊。袂话我等佫老屎啊。我甲你讲，我系讲，你遐吼，便所吼，要洗哦较清气咧哈。恁阿爸哦，臭毛毛啦，啊，我闹干呢啦。我系讲啊，安尼你还阁带落去哦？我要来搬走啊啦。当然啊。我要搬走啊，带落去。走，紧走。搬走。恁若要搬走，恁搬。嗯。我嘛要走。恁叫恁搬。受人。恁这两个新妇，啊，你这有哪可怜呐？啊，你有哪可怜呐？啊，那我来讲。我讲啊。这间厝吼。还有我的名字，我囡仔若唔回来哦，恁拢无，我来讲，我来拢敢食着饭啊哟，敢食饭啊哟。好啦好啦，大声要创啥？做人的后生就是不比人家一条孩子。阿爸，哎呀，你看，穿好啊。我嘛穿好啊，我能穿有鞋。阿爸食饭。阿爸。我再去，去不要打架。你看这就从个卡被崩面啦，真正要好恁哦，这后生这样的啊，还不是要吃饭？要吃饭，吃得个大碗咸溜溜啊！来，哎呀，来，恁两个来，恁两个来，我唔相信讲生囝我无灵，对不？阿爸，你大汉的，是，你细汉的。有，今仔车好好，上车好好，看是要恁老爸，也要恁某。哇，大，我先来处理。陈亚兰，你哪过来？我忍耐你足久的啊，过来，来。你真正唔知我遐穿几号哦？来，你先买遐话过来哦、喔。嗯，你有哪件？没错啊。我跟你讲，今仔日你若无友好阮老爸，我就要跟你离婚。走，走。离婚的话，我唔免去叫人去做迄些证人，我做证人。对。三千块解谈。阿爸。真倒，咯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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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爸你也忝未阿爸？你看做新妇，靠个大官，规身躯忙了了。阿爸我亲一下，阿爸我亲一下。阿爸你拄啊嘴是？哎，白小云，你过来，我来啊啦，我过去好啊。恁爸来个家，我即马慎重甲你讲一句话。你讲，那有恁爸就无我，那我就无恁爸。你家考虑一下。哎呦，你，我爱财产呢。我干嘛要阮爸嘛不爱你？这恐怖的，他刚刚告白的。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有咩崩溃去？你知不？你崩溃什么型的？演出来我看。崩溃啊！你崩溃、啊！我来到这节目，陈亚兰，你往那糟蹋我真忝、啊。我跟你讲，安娜，我有打光，我可安娜，你崩溃啊！阿爸，是不是你财产阿伯等伊那阿伯等好？阿伯等，阿伯拢阿伯等哟。哎，爸，爸，不要紧，阿不是你要我房间蒙蒙看看拢不要紧。他说讲，你若有想要我安娜，新闻啊讲好就好啦，嘿啦，安尼啦，爸，好不好？来啦。做你个帮轮，帮轮。爸，你做对呀，你真爱兄弟。哦，恁爸演戏演来久，还冇起给我配。以我来，恁爸才起给我配。无啦，
讲正经的啦，你安尼一抓来吼，阮知影啦。有当时吼，咱的少年拢气焰老火啊啦。人讲家有一老啦，啊兄弟的轮流跑啦。啊，你即马一个吼，安尼我了解你的苦心嘛啦，嘛是为着财产呐。等后恁生囝，你就再哦，你爸，你徛遐好啦，你不要挺胸啦。爸，哎，反正恁根本就真。你若分互阮，阮是唔知啦。啊，你若分互伊吼。伊绝对永远袂甲你放袂记。好啦，恁哪家做友好，对无？爸含砖卡迄地，即摆若卖卖咧，共款拢互恁。哦，真是。阿叔啊，阿爸亲一个，快点咧。阿爸，你帮忙看看。我喊阿爸照顾。垃圾，什么垃圾？垃圾啦，垃圾！年代加庆福。爱情的憨态，对你的喜爱，犹存在心内，不敢讲出来。爱你无人知，阮只有感慨。但不如不如莫熟悉，除非将心内话大声讲出来。甜甜蜜蜜的情话，爱讲予阮知。不如不如莫熟悉，除非将心内话大声讲出来，对阮的真情爱，莫藏在心内。但不如不如莫熟悉，除非将心内话大声讲出来，甜甜蜜的情话，爱讲予阮知。除非将心内话大声讲出来，对阮的真情爱，爱藏在心内。这情人的给你们。啊？有啥物？有啥物？哇！我问你。你未使去讲我坐莲花，这三句莫讲就好。坐莲花慢讲，啊坐火车嘛未使讲。你这太笨蛋，莲花都未使讲啊，你搁讲坐火车。啊无驾鹤归西，敢未使讲？拢未使。人迄今仔日是啊，这谢怡君，是陈水扁某。对。出专辑，对，啊，出专辑，人因翁来个赞助，哦，啊，你是来安排我到老家变怎个？我来做电灯泡啊，好姐妹啊，好难呢。其实是想讲，足久无来跟你挨说字啊，无讲到迄几句，伊唔甘愿。无，我讲你讲你，我讲，今天是谢怡君的出专辑，对，伊出专辑，红豆我阁特别穿红纱。你带这无？当初你是甲骗讲买来做歌星，啊才用秘鲁哦食，啊食食才甲再去楼顶，啊个，原来你是被骗的，对对对，主的我是受害者，我是受害者。把种代志我袂记啊，当时安怎？那条烟枪点来记的？啊，就唐烟枪啊，配秘鲁啊。哦，哎，即马唔拿烟枪啊，唔拿烟枪啊，伊人阿婆讲事吼，会讲会完说袂了的。安怎面？伊人阿婆足趣味的啦。我爱听。你爱听人阿婆讲事？对，我爱听，我爱听。我拿一个头，啊，你爱甲你讲。嘿阿婆吼，我后边讲。你别对着什么头啦？拉什么头？我
起一个头。好，起一个头。嘿，阿你说了，你跟你讲。我问你，你安那带谢怡君去度蜜月？你讲。阮那阵较无钱啊，度蜜月就迄个东北角三日游。什么东北角三日游？那讲到这段，我就感觉是妄谈的。你会话讲啊清楚，我来了解。哦，你去日本就对啦。啊。那有。东北角，日本的大陆。无啦，你本来东北角是伫亚洲遐，东北角伫苏俄迄边。嘿啦嘿啦，亚洲啊亚啊，啊只坐去阳明山顿来安尼啦。哦，坐去阳明山顿来。啊，你个土米。安尼是宽道面。嘛无呢，你去当东北角。哦，东北角。东北角迄间安尼，三工就到了顿来咯。无三工，到第二工的时阵，伊讲伊想厝。哎。伊讲啊，无咱提早顿来好无？哦。我是嘛想讲我咧。是安怎？是安怎？伊想厝啦，伊感觉离开，因为得较真开心啊嘛。感觉谢怡君你无这是真可惜呢。伊足一罐秘鲁一条烟钱都快走。啊，今嘛都去东北角安尼，因为迄阵无钱嘛，啊，咱讲无钱，咱就唔爱出国，咱就来去北，你就台北踅踅安尼。伊嘛讲好，啊，过来阮两个塞一台车去。啊！无恁两个要使几台？你甲我讲，一人使一台，无使一台。哎呀哎呀，恁两个对啦，使一台啦。啊！就连暗时吼，拢去困迄度呢，无去饭店哦。伫倒位？啊！无恁困伫倒位啦。困伫倒位。有较浪漫的所在无啦？对江，对江伫迄个天母的迄。天母大厅。道路边。你莫讲天母，干嘛啦？像做高级的话，伊带我去困伫天母的路边。路边啊。嘿，唔是有一格一格，嘿一点钟二十块，停车的。哎，阿母，对，啊，困车顶哦，困车顶，阿姨，困车顶，阿姨啊，困车无，困车顶，阿姨，车油也变贵呢。我迄阵也未响啦，未响。迄阵也未响，阿姨未响，嘿一条烟钱，甲一罐米露是安怎？未响，我踮车踮车顶做诶代志，未想着踮，迄阵也无利用诶俩。人朱大哥也无讲什么呀，什么代志？什么代志？但是我惊伊迄度吼，惊伊腹肚枵，我准备大肠到烟肠，安内又过烟肠，哎，伊都爱食烟肠啊！大肠吃烟肠，佫袂。我们刚刚上节目过时，想点会掉啊！啊，嘛是佫袂一罐秘鲁哦。啊，佫买两条茶叶蛋，啊，两个踮车顶安尼食。哎，啊，天不顺山顶呢。对啊，所以山边的所在。西门日本买只去。哦，只去啊，啊，欣赏夜景。嘿。啊，但是。啊，怕算要伫个车底困嘛。嘿啊，啊，但是。较无钱啊。较无钱。比如。啊，你也笑啊，你也半暝啊，啊，要变错嘞。啊，就比如啉到交流啊。啊，交流我都袂要紧，我都十步会都门拍开点。对啊。啊，袂痛苦。你看这话就是啦。痛苦。十波放流，哪有在痛苦？十波放流没痛苦。等你结婚你就知道了，别小孩子不要问那么多。你唔捌计着，红你有够寡。我红到来放流没痛苦。啊，你十波放流，我个。大年纪了，对啊。哦，是啊。你放屁捌痛苦。放屁甲放流无同啊。算讲伫个床顶咧门开开，你要放流方便啦。十波会使啊。伊家讲。爸，要放尿片哦。对啊。啊，我讲啊，要放尿就安尼，就甲放啊。哦。啊，我查某呢？伊是查甫的，我查某袂使啊。啊，伊就甲我讲，啊无，你我开车门嘛，两边的车门拢开，前下拢有炸掉嘞。哦，甲你炸嘞。我后壁甲你炸嘞，啊，你紧放啊嘞。嘿。我想嘛是讲，咱都嫁着嘛，无法度啊。嘿。啊，咱哪有可能讲向伊无可能嘛？一定是，咱一定是后壁向伊嘛。哦，你算放唔敢向恁翁。咱歹势啦。啊，怎向安尼？哦，啊，咱的背面向他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向他的时候，那里哭的时候，我嘛个提衫，你个砸鬼个威严，搞砸嘞！我想讲奇怪，我那边上厕所时，他发现有人在搞踢卡床。哦，你人在踩踢卡床？我就想讲，所以你是哪要搞我踢卡床哇？系啊，我就想起我鬼讲，啊，你想搞踢卡床要创啥物？啊，伊讲我哪搞伊踢？啊，哥我鬼看，唔是啊，是一只手指啊！我好惊一个，你知无？是那个天母的酒席，搁吃什么？哦，我那个天母的酒席再也不敢去天母了，吓死了！您别样不听红阿婆人了，就这迄落听到头壳会痒。娶某去，和酒席浸卡。你现在都新婚啦，新婚对呀。对你讲，伊就讲，爸爸无，咱嘛是。
我讲袂使，袂使。那一定爱来，那一定爱来开房间啊，这袂使啊。然后就去啊，我就先进去洗澡，好洗香香出来了，哥哥就靠困啊。两暗无看到面床，爬起就倒咧，我舒服咧。啊，你拢无起床？叫袂起来。有啦，叫做起床的时阵，人的时间三点钟到了，要到了。要退房了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时间到了。真正标准的夫唱妇随啦，对啦，吼，两个拢讲到我感觉就羡慕因诶，所以我感觉讲，哎，看到因诶这样这么幸福美满的婚姻，我嘛希望讲紧找一个，对，朱大哥介绍啊，系啊，朱爸爸你爱介绍，大家敬啦，莫敬坐莲花啦，你啊，佮当那个啊，讲到莲花，你佮这个好想着你，看这，来。朱大哥，这是怡君的最新专辑《红豆》，雅兰姐，这是怡君的最新专辑《红豆》，是雄心的小虎虎的红豆。哦，真雄水呢哈！红豆，红豆，这算你的好朋友，佮穿红纱，佮穿红纱，人伊佮穿红裤，哎，对不对？哇！哎，朱大哥，我老婆要我穿红内裤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我无看到，看麦啊，还叫我尊神，我无看到啊！你这多人哦，你这。没有想要眼见为凭，对不对？朱爸爸要眼见为凭。来啦，朱大哥，我过来。也来接啊！那弄这位看。哎，我不知道你的个性这样呢，你变很多呢。我们都在等。对啊，我们要眼见为凭，对吧？你看伊嘛拢就想要冲起来，有无？观众，我唔捌看到主持人咧歌唱死了，头白做火。哒哒哒。真的。真的。你嘛开一支啊，明白来。我是慢吼，一句拖咧咧放好，正迄落啊，拄好放着空啊，我拢甲放着空啊。哎呦，迄个走起啦。哎呦。哦，喂，我咧提一个堆堆的，我是不安的。我讲你照 S 型的哦，照 S 伊嘛叫 S 哎，哈，无啦，照你的有啊啦，坐莲花才有啦。啊，这时阵啊，这时阵爸爸你得爱叫我，我派莲花，派我的好朋友菩萨，派莲花来给你载，对不？来，我讲。是卖光了就莲花啊！哦，别，今仔时又说谢怡君是怡君发的专辑《红豆》，好好啊，唱一段，好，无问题，唱一个红，听一个好听，大家去个捧场一下哦，叫做《红豆》，来拍破啊，鼓励一下哦。春天的落花，满天风，满天雪，陪作伙。掺着唐山的一月，捧着一碗相思杯，问风度思念是啥花？女人梦，真爱只有一个，一日戆也甘愿。You
天台加庆军。恋爱，你也已经伫巴肚内，不知是查甫的，也是查某的，梦境会大买，梦境会亲像阿爸管作业，阿母啊细细念。天下间的父母，拢是爱子赢，子一天一天大，阿爸一年一年老。天下间的父母，拢是爱子赢，子一天一天大，阿爸一年一年老。天下间的父母。拢是电竞高，细汉时母啊甲咱请，阿爸做马予咱骑。对我对，你嘛对唔对？未歹哈，来继续欣赏花西天王诸葛秀。这诸葛亮啊吼，唔知要教几摆才讲会听啦。都甲伊讲哦，明明今仔日早起要带男朋友回来鉴定，啊叫下班较早回来，到即马未回来，真正出去那胖去回来才有捡到的。你要去小吃部，搁加啉烧酒醉。我唔是跟你讲过啊，今仔早起要带男朋友回来咧鉴定，叫你较清醒的。啊，你敢啉酒醉？哎，男朋友若来，看到一个醉的老爸，上敢带恁女早起？啊，早起因男朋友要来，啊是因男朋友要困的，也唔是我要困的。对唔对？伊个话就是什么话呀？哎呦，你是啉偌济啦，臭哥哥！我啉五杯呢。五杯？你海莲王咧死水咧，搁啉五杯呢？你的个性？五杯高粱诶。五杯高粱诶，爱酒醉。嘿，五杯高粱诶，来啊，一杯拢500cc诶。快给我出来！哎，要冲啊！快啉！快几多？卖给我啉啊！咱卖去小吃部。我你讲哦。你先莫出去哦！你即马敢出去哦？回来哦，卡好你钱我你讲。林北大刚出去都唔捌钱。哇，唱这歌戏的头头念，头头念。哎呀，头头念。林北，蛮无客家体，你做歌戏人，你若做小众做好势呢？我唱小生。做小心我，我盈盈就爱掉时间呢。我我饮个爽才要转来。啊，你唔是要唱啥？哎，我要转来，我讲迄歌戏的，迄歌戏的，咱也唱着歌戏的，进来走啊！咦，袂瘾唱啊！你看，记到这个廖培安呐，
啊，无罪无归啦，这叫不罪不归啦。然后啊总啊换做去啦。啊，即摆因查某囝带男朋友回来，我唔知要哪样交代，是不够歹命的啦，嫁到这种翁。妈，我回来了啦。妈，就输你了呢。刚才你笑头笑面啦，不过心情不好，不不好当然嘛心情不好。我带男朋友回来呢，而且我搁带我的同事斗阵回来，人就会较好耍呐。奇怪，我跟你老爸待遇就足好诶。台语来吃饭，人地都较好听啊，较好省呐，较好省呐，对啊，较好省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啊，你男朋友在？哦，来遐遐，哎，哎呦，来呀来呀来呀，这谁人？都爱董叔啊。为你爱爱爱不完，我可以天天年年夜夜到永远。So we lo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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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night， 相爱原本总是这么难。Thank you。小巨蛋最近去用包去啊。阿姨你好。妈，我是这我男朋友啦。这你男朋友？对啊，阿杰医生呢？医生哦。对啊。哦，啊你是咧看狗啊，是咧医尸体？无啦。你这班的医生，看我这班的嘛，怎样？我做医美，而且找龙翔，这找我的董叔啊，你的董叔，对啊，我的朋友啊，嘛是叶妹妹啦，这龙叶妹妹，对啊，龙妹妹啊，这龙你的小妹，嗯，堂妹表妹，这个叫啥名？蒙起啊！也小，我跟你讲，你要怕阮查某囝是无要紧啦，阮查某囝若爱就好啦。你若甲只有一腿吼，我靠，那个东西。不可能，我敢那爱伊一个尔，不可能。哎，这里哦。听人言动情话。哦，这摆你唔较紧哦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别冲啊！这个俩，你要困进前，得个偷看人个底裙者。不是啊，因都徛伫遐，拄好我看啊。啊，那最佳呢？无乱啊，伊无乱啊。还有今早办的中风死啦，哎哎，做啥啦？哎，别冲啊！别去倒位，别去倒位啦！别安尼袂见笑啦！阿伯，阿伯，你别冲啥？我那边来呢。别别别别别别我怎么是变变做我只骨多啊？丢了，我丢，你坐坐，我丢，哦，我点这边风水较水。恁这查某囡仔，你看穿较短，走到倒去，看较倒。啊，这个阿伯哪会啉酒啉到安尼啦？我哪知？安尼身体也无好呢。啊，若是讲戒酒，其实我有一个办法啦。敢真实个？你医美，你会用戒酒？因为我伫个阮家吼，无代志，我想办法。啊，这种镜头吼，其实吼，爱吼拄到绝境，爱互伊足艰苦的，伊才会改。对啊。你若真正讲会晓会当互伊改酒吼，嗯，我查某囝才嫁你。安尼，你的查某囝准备？准备啦。板道爱嫁我。你在创啥会呢？哎呀，你精神安尼？我啥都无精神。哎呀，你昏迷不醒已经五年啊，你酒精中毒啊！啊！哎呀，这五年拢是我咧甲你洗身躯，大小便拢是我咧甲你处理的呢。你甲我洗身躯？对啊。大小便拢你甲处理？对啊。啊，我着中风啊，恁搁咧拍婆啊？打电话恁查某囝。喂，小姐哦，哎呀，你父亲起床了，已经醒过来了，赶快回来。爸，爸，爸，你清醒啊！五年啊，你讲怎样？你已经奋斗五年啊，我实在是足想你的啦。啊，我已经奋斗五年。对。啊，你来为个呢？
哪会回家呢？煞毋知爱感谢你这个老爸。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啦，阿伯啊，恁查某囝真正有友好呢。好，啊你安尼破病了，为着你的医药费吼，伊就落海啦。伫我的酒店上班，啊我有甲算过啦，哦，实在欠，你实在欠太济咧。啊，差不多爱甲做甲50岁了，我阁会甲拍落去小吃部。啊，继续做，继续做，我有算吼，应该是一世人嘛行袂了。这拢爱感谢你这个爱啉烧酒的老爸啦，感恩啦。啊，伊是欠你几？无偌济啦，差不多3000几万啦。你妈妈呢？妈哦。你妈妈后头住富家人啊。欠钱才会想到某，哈，妈，再无钱才会想到某就对啦。嗯，啊，啊无那无，我咧讲啥，你就敢那你边风同款，进耳入还得进耳出啊。啊，你找我要创啥？有啥物代志是无？讲你啊，嗯，诶，左惊，即个左惊，嗯，阿妈甲人谈过恋爱，见面就互人包起。对啊，无法度啊！你做老母，你拢无冒出来当帮忙啊！我都搁冒出来当帮忙，嘿，那是讲好是我你哎，讲我都爱处理，拜托的，啊，跟我一点仔关系都无啊！嘿，是因为你啉烧酒呢，哈，你害到这个厝，你龙家煞体呢，哈，你有看到无？你目睭有看到无？迄强搬甲空空拢未了了呢，哈，那是拢在你做滴来的。好啊，这位欧巴桑，恁若要冤哦，迄恁兜的代志。我跟你讲，恁查某囝是请假出来呢，你看伊生甲遮水，这皮肤吼白泡泡、幼咪咪，已经出来点偌钟啊！我减趁偌济钱，你知哦？行，倒来上班。爸，你是休困啦，我要去上班啦。啊，倒来上班啦。哎，你有看无？死好啦！一个查某囝，我安尼怀胎10个月才甲生出来。即摆予人当作吼，敢那查某囡仔嘞，落海啊！你讲我心情会好许？好啦好啦，你即种的吼，早起早超生啦，要去进前啊，我叫阮朋友，叫恁朋友四中啊，咸麻贴来甲你再进一个。阿新啊，即只老弟哥精神啊啦，大兄你来甲看一下啊。其实哦，较早咱共公司的，对啊，啊我唔知影，我啉酒中酒多。我已经中风5年啊！哎，较早我是你的主管。啊，我知。你哦，你拢无甲我斗帮忙哟，家庭变啊，你拢无帮忙。有啊，大兄。好。我有甲你斗啥工诶？你斗啥工啥？对啊，迄这个5年吼，诶，阮嫂吼无翁啊，我做伊翁啊，我大家爱惜哦，我甲伊照顾。哎，我真辛苦哎。阿新啊，这种人也免介讲伤济啦。嗯。哎哦，较早哦，我著给你就对个啦。哎，无话就去敬着伊啦。对啊。什么咧帮忙？你也得给我帮忙，行。咱来等。来走。我伊老高困。哦。行。拜拜。卖甲看啦，迄人有啥物好看？看我。好。行行。大家看。唔茫啉酒啊！防空咱遮唔茫啉酒，拢酒害我。我若卖酒害我，我今仔袂中风5年。左囝被带去包饲，某啊予人带去照顾。我真正若有搁再活的日子哦，我绝对袂改酒啦，酒我绝对袂改起来。要戒酒，你这句话是真实的吼，真的。大兄，要搁找我啉哦。我未招你啉，我要戒啊。爸，你真正要戒酒啊？这摆？我绝对戒，我若不戒，我出去又吃东西。啊，你若戒酒戒了后，你早嫁嫁我啦吼。我是甲上在讲话。我就将我咧讲话，奈大家拢咧甲我应。这，阮就伫边啊，毋就甲你应。爸，未来丈人爸，你有照顾阮某，你甲阮某
无啦，你这是在梦见啊？你手机有烂啦？我中好嘢款哦，你根本就无中风。啊，无去护士，哪会甲我讲中风？你甲你骗的啦！诸葛亮啊，你对我讲的话是真实的？哦，真哦，真的真的。要改笑啊嘛？真的真的。好啦，改笑我咱就甲讲啦。啊，算唔知你讲，恁查某囝带男朋友回来，你安尼醉茫茫都要碰伊的，对不？啊，拢叫叫袂精神。啊，阮就想一个办法。恁这个未来囝婿较巧，用一个假的，用这个假甲你骗，骗讲你昏迷、酒精中毒五年啊！啊，你若要改，阮才要甲事实讲出来。其实拢总在甲你骗呢。丢啦！丢啊！丢啊！丢人吧！未来丢人，我想的，这拢我想。你要带阮祖囝？丢啊！我男朋友啊爸。啊，你是安怎敢要设计这个？无，还恁爸规个神经拢无。无啦，我想讲吼，爱互你甲较早失志的感觉吼。爱安尼重新甲找倒来，互你重新振作，都爱互你失去全部人生的一切，你才会觉醒安尼啦。对啊，为着你好啦，爸。嘿，这个未来囝婿阁袂歹呢。对啊，无你继续安尼饮落去，十年后你真正会坐轮椅。你真正无介意安怎？无啦，你是乌白想啥？我一生只爱你一个。你是安讲话讲到土字？哎呀，安尼好，哎，安尼这个未来囝婿袂歹呢，会使吼，照自己头壳正好呢，听到没？好，查囝，你找这无唔对，哎，来，今仔日咱祖囝个迄个未来囝婿倒转来，对啊，为着伊庆祝咱个这个囝婿，会去灌一罐来啉者。小妹，你过来，你是多少公斤啤酒？不是。泡一杯咖啡来啉一下，安尼嘛较差不多。爸爸，天台加庆官。是大八年，也无风就是伊阿达母哦。民间有名是南麻针，竹长古早是路竹长，田中土名是田埕，家里故事是小人庄。先讲是最文明，台湾四季去好光景，台湾四季好光景。有听到声无？啊？什么声？这光天化日之下要哪有鬼？内面有在讲话呢，你在放屁？你无理的你啊，不卫生。你对病人放屁放到对花西来，太好胆了。无是虾米声啦，不是啦，巴肚枵啦。大肠咧过小肠啦，用头已经五时已经过啊，不过伊巴肚枵。肚子饿了。我听人讲头前有一间客栈，伊个菜袂歹。咱来去遐食看。好，来食饭。带龙，来。等一下，我的建制下去啊，你不稍等我一下。啊，你叫建制就去叫我呢。快点，
哎，查某啊，查某啊，你安尼想担任恁平平查某，你想用车的，哈对不对？你家己伤过大块，我你轻轻啊摔一下尔，来规个车盘变过，搁有啥物地带啊？我讲，我托你啊，来验伤。免啊。验伤甲搞啥物唔免？拄只弄到倒位有证据，你现在我看嘛。哦，机上啊，哦，机上，是嘞，哦，机上啊。你叫我什么？我叫你哦，机上，哦，机上，有听到不？我叫你哦名叫机上啊。你不管你叫什么名，你敢那这面都红看到啊，就是阿伯，五六十岁啊，可能更唔难哦。那规个面那撩皮皮，食到一百岁啊，莫出来外口咧管人的闲啊事啦。你唔得爱伫厝内底食饱闲闲等死。阿布，我来。你在查某哩呀？呀，有啥物鬼事？你讲啊，那边那个帅哥还单死哦？你嫌伊老哦？你家己看一下真照嘞。那阮这个吼是报警面的，安尼生哦，看久都有人演，有人演。伊我尔高智，我尔可爱的。哎呦，这目睭哦，那这个面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吼？这个是拢无美容。完全拢完妆哎，他没有医美，没有拉皮，那这丁顺丁大家什么人有？你敢有对不？哎，那人丁顺丁贵宾哎，哎呦，谁敢无？你安尼我老老开，我丁顺丁二家，你唔我丁顺丁二二卡层，我丁顺有丁二家。无家宝家务，啊，即马是啥物世道？我从来毋捌看过这号代志啦。啊，翁安尼一句话拢无，啊，做人某的人出来伫安尼哭哭街，啊，毋是伫街啥话？做甲这号翁哦，啊，了然哦，该靠某甲保护。啊，我讲叫编剧哦，规气是啊叫翁啊某啦。啊，无大家拢误会啊，哈哈哈哈！就讲阮某嘛要卡迄底。连你也甲起标惨嘞，哈！伊阮起来，你怎就来啊？什么啊？要死我！他是我儿子，我是他老妈。你唔茫看我安尼哦，无你教我教看会着未？歹势！你对今年开始教教到当时，看你教我会着未？吃不到，我跟你說你好死，我嘴巴沒這麼壞啦，不用再多說話。既然他這樣對你這麼奇妙，連我都看不著你。走走走，帶他來寡婦。小姐，這是什麼寡婦？還沒給官員領案書啊？寡婦，給你報。抱歉抱歉，好大好大，你報啊，沒看到領案書，爸你祖母沒你怕啊？沒意思，好啦，他沒有意思，你別生氣，好啦，沒事，我沒事，不要緊啦，我无代志，不要紧，卖生气啦。你无代志，不要紧。我无代志，我不要紧。你红安尼出来，佮安尼摔倒，佮弄着我，你不要紧，你不要紧，恁爸这样子会疼呢。我的代志，你卖管我。王伟，我求你，哎呀，我求你，给我救阮阿娘最后一面。我一世人出世到今麦，拢已经二十年，我从来唔捌见过我亲生阿娘。你好给我安尼一面，好记着伊，我死嘛甘愿，我一定会随你开。阿免笑想啦，阿那，父亲我求你，看着恁老母，你特别想，我甲你讲啦，做你去死啦，你死得好，较明白嘞，因为恁老母死啊啦。王伟，你讲的可是真的？无啦，哎，有啥物话哦，紧起来啦吼，莫规个只歹看啦。你去那边讲，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哈！哎哎哎！阿娘，怎么嫁不好？查囡仔，恁老母死啊呢？啊你，啊恁老母死啊嘛，就看到尸体，我嘛就看到蒙呆伫倒位，拢总无，对不对？啊你哪会知恁老母死啊？我阿娘在死，我快点搞公，我阿娘在死，好啊！阿娘好死啊！哎哎哎！阿叔。阿娘讲啊，我叫几瓶解水。哎呦，这查某刚才夜一日就拢爽啊！哎，刚才做迄做布袋鱼无，夜来破功安尼。哦，这个查某囡仔伊哪尼啊？
伫个引导的时阵，就甲引导的长工伫遐偷来暗去，有这个查某囡仔了，伫个外口偷生，生生了，佮贪图阮心界荣华富贵。我瞒阮老爷已经偷生囝的事实，然后嫁来阮家，叫伫个偷一枚新婚洞房之夜的时阵，互阮老爷发现，原来因这个阿娘是一个不洁之心。所以直接给破获出去。哇！听讲在外口已经自杀死了。哇哇！无啦，你哎，点名。老爷，你敢那放弃帮我阿娘？好拜啥啦？阿娘，今天拢无伊，要拜啥啦？阿妹老师，行，等我。哎，无啦。呀，好呀，好的，好的。别提啦，来，起来，起来。阿姐，你怎会安怎？你爸家境无坏无，恁爸低头同我木块，负责查某好，敢听讲的匹配叫。啊，你是较早真老有真正安尼哦。我自我出世到今嘛，拢是我二母给我撮大汉的。嘿，啊，你哪会知？哦，我二母要过身之前才跟我讲，原来伊毋是我的亲生阿娘。伊才跟我讲，拄则恁所听到夫人所讲的故事。哦，我想要来救阮阿娘。免急，免急，你叫做什么名？夫人，我叫做亮亮。亮亮啊！亮亮，含我讲，阮就是亮啊。你搁咧谈完了，今仔呀，阿杜要不，带你来去休困者，吼。啊，看将因如何，你豆豆讲给阮听。倒想办法，无嘛至少，互你入去看一下新珠牌啊！对啊对啊，我来伊斗帮忙，嚼吧，较有力头烧。对，来阿姨今年是拄好二甲无？系啊，今年二甲。阿吉杨梅。兼我十二岁。兼我十二岁。对，母啊，公主点几道菜呢？对，阿人诶，啊点几道啊？门男的走一堆，哎。我来找看卖，大啊，卖算啊，行啦。你啦，你是要甲人带去倒位啦？你管伊遐济要创啊啦？哦，无配置啊。出听啊！我都听你讲话，口气你要甲处理是？要甲？听啊！别应该来这上天害你的代志，绝对袂当做。老爷，是我所做的一切拢嘛是为着咱心噶哈，你点点乖。别当安尼有报应的啦，佩奇。麦克，麦克。麦克，听到。麦克，四狗啉跳啊，当然嘛唔免哭，因为已经绝望啊。四狗啉跳，你，好，你心肝那只恶毒啊，别讲。哎，佩奇，佩奇，袂动啊！哦，有人要杀人袂巧。大家庆祝！无啊，恁两个对到这也袂冲啊！叫恁做一件小看代志，安尼做袂好势，这是要跟我有我气势呢？夫人，害人的代志我唔敢做啦。谁讲是咧害人啊？我嫁过来性格二十年啊，做人的细意做到这，你还无地位，搁较安那车跋变，我也是无法度做人大母。都好一个伫咧外口甲人偷生囝的查某，安尼占这大伯位置占要二十年，我今仔是毋想要替我讨一口气尔？恁安尼唔肯甲我斗三工，我饲恁这骨子真是白了味啦！亮亮，乖哦，阿母说，阿母带你去啉奶奶吼，乖，好，是要啉什么奶奶啦？你是歹人！啥物歹人？真正歹查某是你啦！甲人伫咧外口偷生囝，规工干莫只红样莫。
药仔起来。夫人，药仔在遮。秀秀哈。阿不秀哈，乖。大姐，我嫁来新家二十年啊，到今嘛，唔捌甲你放过一杯茶。今仔日，就给小妹请你一杯茶。这会啉的哦？会啉的啊。好、哦，好，来。林林的吼，林林的，哎呀，我被洪亮亮林林的啦！哎，是后辈来的，无菜人的米，这是要你啉的物件，你竟然给我啉？我被洪亮亮林林的啦！啉啥林的啊？乖吼，气心都灭自己，好敢在我泡骨狗！来，那有林的哦，一杯给我啉来。我无啊，啉啦！我无的啦。我不来了！你走不走啊？你别管啊！别当你走来，你有报应的呐！林诺亚，你王正，阿七，你有啥咪话要讲？做你讲，有啥咪规言要交代？做你讲，兄弟啊啦！阿哥有无？我要搁啉啦！我要搁啉啦，小美，我问您，我给伊啉的迄个毋是毒药，是安怎伊敢那讲的伤甜呀？恁到底提啥物件给我？讲啊！是，因为伊啉落迄是乌糖啦。恁哈，又搁是恁。嘿嘿。吃饱营养，管人用啊，输的人真正是恁的吼。包伫遮。你好，好家仔，好家仔，阮这个，阮这个保镖的哦，阮的公主叫归倒伫，要等阮食饭。尾啊，听到才知影讲，哎呦，爱得起笑啊，就可怜啊。你哪会无代志，要害我死啊？恁要来阮这镇的哦，拢无少探听一下。唔知阮性格伫个这地方上，阮的势力是有偌大？嗯，我阿你讲哦，物件好我，恁紧走，我得帮恁刷。嗯，啊，若无到时阵，阮连恁两个做伙毒毒死。要甲毒死？我阿讲，足简单呢，伊要毒死人，迄两个查干听个作证，我嘛听个作证，毒药滴个。对啊，去。报官来！笑死人哦！大家若听到阮性格的代志，什么人敢予恁报官？哦，啊，你的意思，唔着官不报未来？当然啦、啊。哦，你看这家伙乌云扣在边啊，你看。哦。啊，你的意思，官袂当来？阮性格比官搁较大。哇，那免啦。惊啦！啊，你官，咱阮家来。哦，家己来啦。官家来。哦。官来，官也来，鱼也来，哎，鱼也来，吼，安尼袂话，干部者，太祖驾到。太祖，太祖，陈佩琪，哎，太祖，快点，心好大胆。也敢心怀不轨，敢用毒药毒杀人民，你该当何罪？太祖啊，你好变相也变真紧啊！误会，有啥物冤情你说来？啊，就因为这个欧吉桑啊，对外地来啦。嗯。啊，看伊安尼生做地哥兵，地哥兵就知影。安怎？可惜啦，啊，伊介意着阮阿姊啊。想讲要家求亲不成，结果哦，掺毒药，讲要毒死阮阿姊啊！啊，我于心不忍吗？所以我就贪玩，贪玩要乌糖水给阮阿姊啊啉啦。即马结果这个低头低面的乌鸡三公走来要抹我啦！对，啊，
看起来这个欧里桑确实是低高明，低高明。要再来等一下。你，我这讲的就可皮无啦，陈佩琪啦。好，这款代志。禀报太祖，我有证据，都压在伊手头。皇上啊，这重要我用。这，笑呀笑呀，我笑呀，我问你，我讲我有甲你求情不忠，讲有要甲你合璧啊，哎，你讲囝真的干冰呢？有无？你唔免搁再辩解啊！人讲伊的囝甲你干冰，你手搁摕毒药，你唔通辩解，陈佩琪。你所讲的拢是事实性，拢是事实。但是本太祖明听你一面之词，我过来问其他的人，沈世鹏，代志敢真实是安尼？啊，你若讲好，你要活到明仔载啊，今仔日吼，就看你咧讲话哟。佩奇啊，太祖人都已经叠加，你有心你要搁辩解啊？太祖，代志是安尼啦。佩奇确实毒死夜华了。快快！太祖，请你饶下佩奇的罪。人情物情苦哉，陈佩奇，你还有甚物话通我讲？你一定是要诬赖这个欧丽桑是吧？我证据都拢已经伫伊手头，我是变哪诬赖伊啦？啊，那我手头无毒药啊？毒药是伫伊手头，但是本太祖绝对唔相信讲伊会做这款的代志，因为伊是当今的太祖太保。你去甲求情，你去甲求情，啊！你阿讲哦，你还说你阿假。伊会帮你甲太祖求情，你就无代志啊！哈哈，你已经辜负我二十年啊！对，即马开始，我要有我想，我要重新我开始新的生活。歹势吼，再见。啊，不，你不配是啥？啊，走了。啊，太祖太保，是的呐，我拄则都唔知你的新闻是安尼啊。其实我今仔日会安尼做，嘛是千万的不得已嘛。我拄只有哪有探听着，我听讲你甲即马也毋捌申请过，啊你若无去嫌吼，也毋捌拖过。嘿啦，啊你若无去嫌吼，无阮的隔离啦。啊，我迄罪名，你着替阮的叔叔夫妇好办，啊着尊重下。我甲太祖讲，啊你也无罪吼。要嘛做戏的，迄个爽就爽安尼尔，对不对？安尼你啊，普通时啊，甲咱的人就死啊！我来讲你，像安尼你啊，看卖过阵过奈何桥，你看啊，有啊，过奈何桥了。我若带着你，可能三礼拜哦。安怎讲？我若看你的目睭会迄个乌云会捡咱边啊，我就惊死啊！哦，对不对？这边啊！太祖太保，在上官府严办是。是讲我甲你求情，你就会原谅我？出来！会得啦！出来！拜托你啦，饶我一命啦！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沈世鹏，恁众人爬起来。你怎叫爬起来？阿伯敢若唔敢做歹代志，所以无罪。沈世鹏，是。你有贪白，而且你有主动去毒害夜华，所以你也是算无罪呀。多谢太祖。阿娘，你好出来咯。来哟、哦，我亲有看来亮亮啊！你对我听，我是太保因阿娘，带你来去看你。就无惊通好看，你拄将你的爱心抬起予伊看，故事
娘，你是我的阿娘。你别动声，你别来抢我的查某囝哦。阿娘，我就是你的查某囝，我是亮亮。阿娘，你敢会记得我手骨这个心心的胎记？当作是你甲厝内底长工，啊，风烧意外，然后恁两个人私定终身，然后恁都有爱的结晶，就是我。强哥外公知影以后，足生气，足生气。伊叫尼姆甲我抱走，叫我永远拢莫回来。要离开的时阵，尼姆伊讲。你甲伊讲，我手骨顶头有一个星星的胎记，足特别，啊足特殊的，全世界无第二个。以后这个胎记就是咱母仔仔小人的证据。阿娘，阿爹伊知影你嫁给别人以后，伊足伤心足艰苦，伊就跳海自尽啊。阿娘，你想起来阿妹，我是你的查某囝阿娘，你想起来阿妹，我是亮亮阿娘。亮亮，你叫我啥？阿娘。亮亮。阿娘，你叫我亮亮。亮亮，你想起来啊？亮亮，亮亮，亮亮。亮亮十年以后，我才能有好你阿娘。我袂叫你安尼继续落去，我一定照顾你一世人阿娘。阿娘，你看咧，应东风爱家承受起来，啊你嘛无生嘛。这个虽然是伊的前景，不过前辈死呀啦，吼。好啦，啊，二十年拢无吸到呢。当初时，你嫁我啊，后来我知影你有甲人生一个囡仔，迄时阵我真正一时无多接受嘛。你嘛知影，阮家伫咧地方有头有面，啊，这款代志要传出去哦，阮是真歹做人啊。我知影啦。佮加上我耳空轻哦，后来听佩奇伊个建议，啊，才会互伊安尼接我哩。其实我看你安尼，我也做唔甘的。好啊啦，即个代志拢过去啊。咱即马拢有法会生活就好啊！阿娘，我甲你讲，是太子洗清你的冤枉，是太子救人，伊让咱母仔仔小人，咱来多谢太子。多谢太子，多谢太子，免礼，赶紧背。多谢太子，多谢太子。你我呢？我呢？我这我功劳我大，我都要换过来呢。是太子太保救你啊！进两个，阿花啊，你若甲拄一只做小姐，进两个，你都爱负责甲嫁翁。啊，伊才唔知你看这个形在消翁啊，伊也唔知。多谢太子太保，进两个无甲你害死呢。多谢太子太保，多谢多谢。爬起来，恭喜恁新家一家团圆呀！阿娘，啊，你唱这个歌，你是破调调，是咧破调。迄个用来新外面呢。迄鸡昂啊，唔只会当等咧涂骹。我甲你讲，做到遮来吼，安尼游台湾，看到因一家伙吼，我无限的感慨。这个囡仔，我要甲伊抱来做纪念。第一点，你嫌个人员的行李无够济哦。好，加拍者。第一点，伊的面甲阮后生同款，一身圆润润，精彩无了分尔啦。第二点吼，我足感慨，你看，迄安尼千金大小姐。敢那甲人生一个囝尔，搁嫁人人都无爱啊！无怪我拢无嫁啊！因为阿娘倒在地。好啦，阿娘你免伤心啦，后集再甲你找一个，真正好唔好？你找后集，你讲有听？我唔捌听到太子讲唔对，讲后集。我讲后集啦。好后集哦。好啦，赶紧来替阿娘找翁，赶紧来去游台湾。对。